请收看《维新世界》，混元禅师随缘开示。维新天下事，易经风水百家思想儒家思想佛家思想都是天下的事情，尤其风水学，无论王侯将相宦夫走卒，任何一个宗教都少不了风与水，没有风没有水就活不了。尤其现在呢，世界要谈环保，大家关心环保，在台湾呢最烦恼了，现在就是核四的问题，核四的问题啊，那造成台湾好多年来百姓人民的不安呐。还好呢，我们核能的一些专家们有这个智慧，他也已经开发了5000年来、7000年来、无量劫来的智慧，就是易经，用易可以利人以利天啊，所以易经这一个。里面就包含了风与水，风水法门，所以这个台湾现在发电的问题是一个大问题，也是世界人类一个大问题呀，大家操心的烦恼，但是都想不出第二条路，那要再发电就运用风水，风水法则可以找到发电的能源。就是磁场的能源，磁场能源就是风水学，所以最近来我一直在讲这个磁场、磁能、发电，若是世界国际，有大智慧的科学家、研究者呢，应该从风水里面去寻找，磁场能源的发明，那就是风水学。所以这一本磁场能源这个大课题啊，大智慧啊，必须要微古先师王禅老祖大智慧就能够指点我们一条解决能源的问题呀，所以现在呢我们一年也都具足了，在一位年的2015年的元历九日玉皇大帝圣诞这一天呢，我就把人类的世界环保问题所烦恼的这个发电核能的问题，用风水学的和易经风水学的妙法呢，才能找到解决人类的问题。那么今天维新道藏已经完全成就了，成就出来了，15615卷里面就可以找到人类所希望的一条光明的路，安心之路，就是风水学，地球磁场能源的问题，磁能问题，发电问题，在这里呢，我们留着一些空间给所有的科学家们，去思考。我相信呢，可以创造人类的幸福，到未来千秋万世，就没有再有这些发生烦恼的问题，即是安心法门。祝福各位。我刚才请问了我们所有贤士同修，你们这个传账现在到你们手上已经传了多少部？多少函了？
这个都不晓得。这想起啊，我们先总统蒋公啊的时候，他要提拔将军呐、重要的人的时候啊，他进来都一见问他，你看你进到这里来阶梯经过多少阶梯啊，你转几个弯，旁边有什么呢，有什么事没有，那什么树，有什么花，那开得漂不漂亮。结果一些想要当大官的一直总统要朝见，就急着走嘛，急着进去，结果周围都没有看到，好，那就绝对就不及格了吧。所以叫我们来到众生，大家都从天上来到世间，要回去一定要认得路，要认得路，所谓先道上就是我们回家的一条路。若是你要回到自己的本家呢，唯心道藏里面的所有的很多的道的禅机啊，一定要实修，从里面就去悟，才有所成就，不然懵懵懂懂还是一生还是悟不了，回不了家，永远还在地球上，在这里懵懵懂懂的。所以这一点呢，圣道这个运也是一个传道嘛。好，现在传的第多少了？第几？砍工，砍七。到砍工哦。08095。收多少？08095。好了，阿弥陀佛。我们来到世间，从天界、空界、灵魂界、金刚界来到世间以后，我们有两个眼睛，就是要让我们去观一切，来体验世间上的一切；耳朵要听所有一切，来作为体验，然后进入心田。那到第八个境界就是第八个境界是四田。那我们。四田里面有多少东西，还是少不了，也没有离开一阴一阳一阴，二进位，二进位的法则，现在的电脑科技，你看一阴一阳一阴，这里面有多少多少的电脑的智慧呢？所以我们这个易经。本来新圣教王禅老祖来传的，一化开天，再化辟地，这是一个品质行，一化开天是阳，再化辟地两个，就是一阳一阴，就是为道。这个道里面呢，就有多少所以我在33年来，就根据这个一化开天，再化辟地，人力其中万法生成，一直讲，一直讲。把这些呢，世间上眼睛里所看到的，耳朵所听到的，鼻子所闻到的，舌头所感触到的，身体所感触到的，把它汇聚讲开示了，就是天地立宗圣人立教的法则，立教立我们新的教义，每个人本来有的教义，所以就有一阳和一阴呢，就。把它产开发出，现在有十几亿字，唯心道上就是有十几亿的字，我们一般的说我写了多少万字就非常了不起了，没有错都很了不起，但是王禅老祖来时间讲了33年，真正的时间至30年整，就有14亿的字，这个智慧呢。每一个字都有无上的禅机，所以我们在这些都在唯心道藏里面，总共15615卷，所以这我们要感恩王禅老祖，还有龙天护法、诸佛菩萨，是圣人的大智慧留下给我们。我们唯愿呢，我今天我们大家的随心贤士同修，都把这个传藏，这传。我传你，你传我，我传你，你传我，就传心呐、
传藏就传心，还没悟以前就藏在里面的，现在有悟了，把它解成文字为藏，哦，就传藏就是传心，啊，就代表着，心传心，啊，传到未来千秋万世，啊，550位，五佛且十，就十道天心，我们道家所讲的物极度天以度地，就天神、人世间的人，啊，天上的神全部都离不开，啊，这个禅的唯心道藏的真实意和奥义。各位同修，我们修行禅，一步一脚印都是禅，呼吸之间都是禅，眼睛所看到的一切都是禅。那刚才我问我们的同修，现在已经传多少了？大家都忽略了。好了，来嘞，啊，我就在这里请问林宝章董事长啊，啊，这个传的还要多少时间？啊，他呢很信心，他说这个一个卦，啊，一个卦呢传的就15分钟。啊，八个卦，那多少分钟？八个卦，120分钟，就要2个小时啊！哦，这个是一个成功企业家，对任何一件事情都要很用心。哦，这是成功的要素，不然憨憨的吼，那就成不了的，啊，自己有所成就了。所以我们有八个卦，现在已经到艮卦，哦，艮卦了，哦，啊，已经到艮卦，乾兑离震巽坎艮卦，接下来就坤嘛，啊，艮为上，当你看到艮卦的时候，你要悟啊，艮就是要安静无亏，啊，要怎么安静无亏？那就是要从啊，你要学易经才怎么样知道是安静无亏，啊，若是那个艮卦。现在啊，我身体很不好，有没有问题要求医在哪里？有没有问题？啊，刚好，哎，我想到现在要哪一家医院？哎，艮卦看到艮啊，没有问题了。啊，艮为山，就是应爻为福神天医来克四爻的官鬼爻病人就没有事了。好，啊，这个事实都是在悟，都是在悟。好了，我刚才。啊，您董事长呢？他15分钟，一个卦15分钟，啊，15呢，就三，就轰天小畜，啊，轰天小畜呢，就是我们，智慧的，修行做事业，那小小的积蓄开始，小小的储蓄开始，啊，小小的把智慧累积起来，所学的累积的。知识也好，所看所闻所听所感触到了，把它连起来就成就一个大智慧，好，那就是15分钟，好，就轰天小畜，轰天小畜就是要慢慢的，点点滴滴要去注意，这就是我们人来到世界上的目的，是体验，体验，然后提升我们灵性的光辉的升华。善心大德善知识啊，我们中华民族是一个多灾多难的民族，我们从这里就可以看到上面中华民族917位天子帝王，在秦朝时候东渡日本徐福真人到日本的时候，到现在就124位天皇啊，到韩国195位天皇总统，
那而昏华师15,615姓氏列祖列宗的姓氏，嗯，累积了5000年来，从来没有一位大神啊愿意将这一些中华民族的悲情把它说出来。那么鬼谷先生皇城老祖倒下慈航之后，为天下太平，所以要天下太平必须要追根溯源，跟着喜的根在哪里，怒的根在哪里，悲的根，哀乐，喜怒哀乐的根在哪里，一定要探讨这个根。所以皇城老祖倒下慈航已经33年了，这33年来他的目的就是要化解干戈习战争啊，要追根溯源，要万年归心。所以万年归心呢，务必要有法和智慧才能万年归心啊。所以皇城老祖啊倒驾慈航20几年来啊，就在台湾啊长吉山仙佛寺这里开发这一块净土世界和平原点啊。这个世界和平原点呢啊里面有很深的禅意，等一下我再为各位来解说。啊，王禅老祖开示要世界和平必须要有文化，要有智慧。人来世间上的目的不是为战争而来，也不是为名为利而相互的斗争残杀生命，这个都不对的思想和行为啊。王禅老祖开示我们来到世间学习在上天的慈悲相互包容，所以你要学习相互包容必须要有知道一切万法，没有法的时候我们绝对不知道从哪里开始。所以本维新圣教以中华文化道统7350年的易经啊，一化开天，再化辟地，人立其中，万法生成。天地立中，圣人立教，圣人所悟的教义是教化我们每个人自己内心的慈悲心在哪里啊。所以台湾中国在近百年来人世间政治的斗争才分成大陆与台湾。那么大陆整个的文化工业毁掉了，然后台湾撤退到台湾来的蒋介石先生，现总统蒋公，他有大智慧，他也是上天派下来的天神，所以把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宗教思想就带到台湾来了啦，啊，所以在台湾啊开花了另一个局面，才以前才会讲说台湾是中华文化复兴基地，千真万确，现在终于印证了啦。啊，文化在哪里？就在于易经八卦。啊，所以在各种不同的时空里面啊，在台湾的文化中华文化道统以易经为主，所以王禅老祖开示我们要把易经修好学好啊。那这个文化在哪里？就在维新圣教禅机三仙佛寺千佛禅堂。在乾隆禅堂，
当时盖了这一栋千手禅堂的时候，挖下去15米的地方，就出现了这个龟，乌龟。照这乌龟的头，乌龟的身体，啊，乌龟的头，这是我截的一个彩带，这是头，龟口头来朝向佛，啊，这个龟的身体。哦，当时我挖出这一个石头的时候，我悟了，中华文化道统，世界和平的这原点，在千佛禅堂。唯心道藏的智慧，就全部从乌龟好的智慧里面。头上有物极都天八卦24山，下面有十二地支，这些已经将整个中华文化道统易经啊风水也好，百家思想融为一炉啊，就是唯心性道藏15614卷，彻得大智慧。